为各位介绍下面这样商品，这个是 Porsche 所推出的一个 BWS 进站车系专用的一个刹车腿，这个是钛合金制作，钛合金制作。那当然，钛合金是这几年最为车友大众们所接受的一个改装的一个商品的一个材料。那钛合金有一个轻又坚韧的一个特性在。那当然呢，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大家所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物理反应的一个特性哦。当然，经过表面与火烧烤之后，一个高温与空气的一个接触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物理反应哦，所以一个这个材质特殊的一个特性哦，所产生它会有一个七彩的一个变化。我们看一下下，所以呢，整体视觉上看起来呢，当然会有一个比较惊艳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视觉上一个效果。那当然在于一个铝合金啊，不管现在各位看到一个锻造框的部分来做一个搭配哦，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凸显哦，很远远的你就可以看清楚说这是一个这个钛合金的一个商品。当然最近这一年来哦，也有流行一个镀钛的商品，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各位现在所看到一个 Porsche 的这个刹车腿是指刹车腿的部分哦，并没有包含叉销跟后面的调整旋钮啊，这边都是需要另购的。喜欢可以到麦克仓库汽车精品来选购购买，也可以到我们网络来下标。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影片的正下方有我们 YouTube 下面的注解，有一个超连结，可以连结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或是连结到我们的拍卖哦，都可以直接看到说，我们拍卖里面的介绍，或者是一个这个购买的一个方式。好的，谢谢各位。